大家好，我是王维卷。惊喜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想要表演就是粤语歌曲，因为上次在就是那个音乐节唱粤语歌，然后大家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觉得这次好不容易真的有自己个人的专场在香港，然后香港的粉丝又敲完那么久，我觉得一定会有粤语歌曲的这个曲目会送给大家。我觉得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秀肌肉是看场合，如果场合有适合我才会秀，那最适合的就是在 IG 秀，然后再来就是在海边的活动秀，像是这种专场型的，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的想象中我是觉得很不适合啦，会不会大家失望？可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想要让大家保有在一个就是专心听歌的一个感受里面，但是如果我在想表演桥段的时候，真的有适合有可以这么做的话，我当然还是不会吝啬的，一定会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但是几率是蛮低的。真的觉得香港的那个烧腊都很好吃，就是随便一家都好好吃，然后我真的是之前随便走进一家类似那种云吞面店，然后有卖煎饺或什么之类的，都好好吃。就是我从来想说，我那觉得一个东西很好吃是什么感受？就是你吃完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回台湾吃不到这个东西，好烦。就是这种好吃程度，所以我觉得香港有太多太多的美食都让我非常非常难忘了。景点的话，我自己是去比较少，因为其实我们去到香港工作的时候，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好好的在白天行动，因为我们都是白天的时候有通告啊，我们都是晚上行动，那晚上都是去小酌而已，所以期待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推荐我一些香港白天可以去的地方，到时候有时间去香港玩的时候可以去。炸场的环节应该是没有，因为我的专场就是台湾的观众，你有没有看过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冷静居多，就是大概是70%、80%跟20%的比例，80%是冷静的，所以就没有大合唱的部分，就是每一首都是大合唱。因为先跟香港的朋友说一下，就是我在台湾开专场的时候，每一首歌台下的人都会跟着唱，所以你们不用指定什么大合唱，你们真的喜欢，然后真的也都有听我每首歌的话，每一首歌都要跟着唱，因为我都要练粤语歌了，你们也要练很多我的歌，我们大家彼此，你们以为你们这样只有你们很轻松啊？不可能，我们大家一起累，一起享受那一天晚上。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晋 ，CreLife 香港场将在9月28号早上11点在 Book 夜公开售票，大家记得要来买票哦。然后在11月4号、5号在香港东华三院东埔湖里明镜体育馆，我们不见不散，等你们来哦。请大家 subscribe、comment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